虽然说格格的那个树叶啊，我们开始挖格格嘛，这个格格的树叶是这种的。对，这个就是大份的格格的藤藤啊，这个格格可能有点大。有点大。哎呀，你们看这么大一个藤子，居然格格那么小一点，哎呀，太逗了！这个我们开吃一个啊，砍掉。我操！嗯，才有这么一点，我以为有多大了，就只有这一点啊！这就格格嘛，有点小，这个格格。那喇叭撕开，哇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挖出来格格啊啊！那喇叭开这个啊！好爽啊！喇叭撕是什么意思？笑脸面。好，好吃啊、哦！老爸说好吃，这个开吃了啊！我们这个就大蒜里的格格，开吃了吧！就煮了以后也可以吃，生的也可以吃啊，很好吃的。那个很强的很。嗯。还好那个吃干子，你看。老爸说像吃甘蔗一样好吃。